迎收看缤纷娱乐秀，我是小雨，很高兴能够和您在这里见面。我们会每天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。缤纷娱乐现在开始。其实给王一博冷泡茶的演员老师是王劲松，他跟王一博合作拍摄了《冰与火》，现在还没有播出，但预告片当中王劲松和王一博的对手戏是非常精彩的。在跟老戏骨拍对手戏的过程当中，丝毫看不出来王一博没学过表演，反而他真挚的演绎打动了很多人，也成为了老戏骨们夸夸其谈的对象。而冷泡茶呢，也成为了跟随王一博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，因为他起床之后脸容易水肿，可是提前泡一杯冷泡茶的话能够消肿，这样呢就不会耽误一天的进度了。而这样的王一博谁又能说不喜欢的呢？一直都在努力的朝着梦想努力，也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榜样呀。吃瓜不停，娱乐不断，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，请给出您宝贵的赞，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